多蚂蚁，多蜜可以吃啊！我现在有听到流水的声音哈。哦，这里有不有水？这是从哪里来的水？还蛮一直流下去耶。这种地方不错吧？这是你最喜欢的那种。就是天然的那种溪，这边还不错，有一种好像在山上的感觉。下好大好大的雨哦。没什么水，然后另外一边那么多水，下雨，这不知道什么水果。好多乌龟。
你要 take photo 了。OK 啦，好，我这边好。Off 了完。他们在摇。结石累累。It's just natural that with Isabel having her production of background that we naturally just started working together, separated with what we do as an artist. In fact, even our move to when we migrated, it also some kind of an art project.
It's a dragon. Monkey. Look like pig. The Nasi Lama 两人 set for $18 18块，当然还要加水。然后我喝了 Big Tea， 先生喝 Lemon Grass Tea。现在是午休时间，好可爱哦。睡得很熟呢。哦，台湾很多这种布袋莲，它好像是干掉的某一种植物。这什么意思啊？抱抱你的同伴呢？是你的同伴。他以为我要喂他呢。嗯，好硬的皮哦，你摸摸。不要摸。洗手就好了，乖乖，我没有草给你吃呢，没有草呢，你不要生气。你头一直这样，你头一直这样子，他要吃爸爸。一直摇哎，好吃吗？你再剪一根给他吃，他那么喜欢我们，你再剪一根，比较嫩的给他吃，好不？他快吃完了，爸爸，你再剪一根给他。我觉得很好吃，这样很好吃哦。可能他刚刚没有吃饱，里面也有很多啊。他刚刚没有吃，他喜欢人家喂吧。还有五分钟，那你喂什么他就吃哎、欸？哇，爸爸他掉了，他不喜欢我摸他。你很饿是吗？爸爸喂什么你就吃什么、啊，这么好喂。你喜欢爸爸是吗？Okay, you all have to come up. The farm is closing. Thank you.
菲力。阿宝好可爱哦！你可爱好像小朋友，可爱哦。爸爸，你摸它。你喜欢人家拍拍它，它现在就想要跟人家撒。是亲近人的猫呢，乖猫，是乖猫，还是蛮漂亮的。不是跟一般的鸡一样吗？不一样，它声音是扩音的，毛茸茸的，这是什么品种啊？不知道嘞。好好笑哦。喂，它会不会咬？会不会咬人？不会啦，应该不会。很温驯吗？它刚刚来没多久是吗？啊。先在那边走。本来是先来这边，然后他们不要。他们不要。声音哦，它的声音是不响亮的，不会很像扩音这样子。可是好可爱，好像洋娃娃这样子。毛茸茸的，你有摸它吗？还没有，还没摸过它。所以它不是放那里的哈？不是，那边现在很多动物是吗？因为本来是有一个人从路边捡过，有一次我就是上个礼拜我出去之后，就刚好在路边看到这一只。哦。本来我要跟它抓过来，后来想说赶时间就算了。哇，它眼睛很美。结果隔天就有人抓进来。是野鸡就对了。哎呦，野流浪鸡啦。新加坡可能是人家。新加坡特有，因为这种它叫毛猫，叫毛毛鸡啊、哦哎。我们已经叫它跟它取名字的叫毛猫，真的是毛毛哎、欸，哎毛毛，很可爱。小鸡有几？它们现在会住在第二楼。有几只啊？就只看到一只。两只而已啦。怎么才两只小鸡？睡觉在睡觉。他说毛毛如果放进去会跟他们打架。毛毛。毛毛肯定打赢了，它比较大只。都是毛啊，以毛取胜。这只很漂亮哦，像孔雀一样。Hello, hello。有不同的毛毛。这里也有鸡啊。这个是黑头发的鸡。各式各样的鸡哈，鸡可能比较容易养。这个是以前喜欢的那个鹅哈。Hello， 不是鹅是鸭。以前那个鸭超爱咬人的脚那只白鸭。那边还有鸡呢。猫猫。超可爱的，好像有人在彩排表演。我第一次到新加坡四年，第一次我要去鱼尾狮那边照相摄影一下。
开始有一点点的那个旅客了，这个水到这边会冲起来，可能是因为有船的关系吧。那边是鸭子船，然后再过来是木船，我以前跟我先生有来坐过。反光的很厉害，这个就是向新加坡鱼尾狮致敬，然后它的后面就是我最喜欢的 Fullerton Hotel。